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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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学员，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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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天是六节课，前五节纯粹是讲法义，最后一节就是实践，也就是念佛。那么念佛，谈到念佛，念佛功德是无量无边。那么在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当中，我来讲一件啊，我们莲友的媳妇所发生的啊一件念佛超度英灵的故事。我们台南道场有一位莲友，他的媳妇啊，在民国103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前，103年3月份的期间，这位媳妇呢怀孕了。那怀孕好不好啊？好啊，她很高兴啊，因为这一次的怀孕就是第二胎啊，所以呢，她满怀喜悦的要来迎接这个第二胎的宝宝。可是呢，到了6月间，就是怀孕经过了3个月，她流产了。这样的话伤不伤心啊？伤心。他说他根本没办法承受这种伤痛啊，他对这个第二胎的婴儿非常的不舍，所以呢很痛苦。他说终日以泪洗面啊，以泪洗面。我们洗脸都用水嘛，他洗脸是用泪，眼泪。这可见呢，他是怎样的伤心难过、痛哭流涕的啊！可是呢，已经流产了，这个孩子呢，不能再度回来了。可说呢，跟他没有缘，有的话只是3个月，在他肚子里面这个缘而已。可以说，这个孩子是他无缘的孩子。那既然不能生长在他家，让他疼爱抚养，那怎么办呢？做母亲的啊，那一种母爱啊，当然希望这个无缘的孩子能够到好的地方啊，对不对？我们做母亲的心情都是这样嘛啊，到好的地方。那到好的地方，只是心里面这样的盼望着，至于这孩子流产了，他有没有灵魂啊？或者有灵魂，他将到哪里去？到好的地方，到不好的地方，幸福不幸福，受苦受乐，他能掌握吗？他不能掌握的啊！何况他也不一定相信人真的是有灵魂，死了还会投胎转世啊！啊，那么这样呢？经过了10个月，也就是民国104年，
四月初啊，他的公公生病啊，住在医院里面啊，那么要有人照顾啊，那照顾呢也都必须家属轮流去照顾，那刚好有一天晚上轮到他去照顾他的公公。那么在这个病房里面，虽然还有其他的病床，可是没有病人，就只有他公公一个人啊，住在这个病房里面。这一天晚上他来照顾他公公，所以这个病房呢就是他公公跟他两个人而已。到了半夜的时候，听到隔壁的病床有好像在移动的那个咔啦咔啦的声音，那明明整个病房当中就只有他公公跟他，此外再无第二个人，怎么会有人移动病床呢？那是不是他幻听听错了？可是注意听，真的是在移动病床啊，所以他不知不觉的鸡皮疙瘩，而且呢也想起了一般人常常提起的医院啊都会有死人，所以阴气比较重，有很多无形的那个众生，一联想到这个，不知不觉就更加的惊慌害怕起来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才想起了他的婆婆曾经跟他说，念佛是可以消灾免难的，也可以救度无形的众生，或让无形的众生得到利益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灾难，有什么恐惧啊，只要念佛就能够远离恐惧，甚至呢颠倒梦想之类的啊。他想起了他婆婆跟他这么讲，所以一转念之间他就赶紧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念起佛号来的。那奇怪的是，一念起佛号不久这个声音呢就消失了啊。那么呢他也在念佛当中累得睡着了啊。那么在睡梦当中，很不可思议的，他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呢？他很清晰地看到一道很强又很柔和的这个光芒向他照射过来，一道光芒照射着他。那么这道光芒看起来是很光很亮很强的，可是呢一点都不刺激眼睛，很柔和。那么他就很好奇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光明呢啊，所以好奇心的驱使啊，他就很努力的睁开眼睛，想要看看这是什么光，怎么会这么强又这么柔和呢？但他除了看不清楚是什么光明之外，却在光中看到了有一只手啊伸了出来，是从上往下，然后呢这个手心又是向上的啊垂下来啊，同时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我把你无缘的孩子带走了啊。刹那间一听到这个声音嘛，他又更加的好奇，所以更吃力的要想看清这一只大手啊，这一只大手。同时呢又听到这个声音，他又好奇的想，我是有一个无缘的孩子没有错啊，那你怎么晓得？而且呢说你把我无缘的孩子带走了啊，你怎么知道我流产呢？他就在梦中几个好奇，所以就很专心的要看清楚光明，看清楚这一只手啊，还有在想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个无缘的孩子啊。就这样在
很专心、很用力的当下，他就突然间醒过来了。那么做的这一个梦非常的清晰，同时又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意思啊，跟平常的梦不一样，平常的梦是模模糊糊一醒来就忘了，可是这个梦很清晰，醒过来之后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那么他那天早上回家来就把这一个梦告诉他的婆婆啊，他的婆婆一听就到里面拿一个东西出来了，是什么东西呢？她的婆婆是在我们台南道场请的这一尊佛像，啊，这一尊佛像呢，很慈祥，很亲切，站在云端。而且弯腰俯头伸下手很慈祥柔和地告诉我们说，你就这样的过来，我来接你啊。他的婆婆听到他的媳妇讲说他的梦啊，一道光影，然后一只手，他就拿这一幅给他的媳妇啊，问他说是不是这一只手。他的媳妇一听一看就说，就是就是，他的梦中就是这一只手，他是没有看到全部整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全身的相貌，他所看到的是很强烈的又很柔和的这个光明，光明当中伸出了这一只手，然后有一个声音说，我把你无缘的孩子带走了啊，就是这样，就这一声。那么这个佛像呢，这个佛像我们呢书上也有，每一本书啊一打开就这一尊佛像。那我们今天呢也带了200个啊，比这个小一点的啊来这里，如果有随缘莲友喜欢可以请回家去挂在适当的地方，天天可以瞻仰，也等同阿弥陀佛就住席啊，挂单在我们的家。早上我们也有解说，阿弥陀佛就是光无量光明佛，这一句名号就是光明的名号啊。那么这一位媳妇她什么也不懂，她的念佛并不是预先要念佛，是因为恐惧害怕才想到她婆婆跟她讲的，如果遇到困难恐惧你就念佛，是这样她在惊慌恐惧当中才念佛的，她本身不是一个学佛念佛的人，是在逢缘遇境之下她才念佛的，但也因为这样，他那个孩子就在他念佛的当中被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佛啊，无量的这个慈悲的这个手接走的。那阿弥陀佛怎么知道呢？如果阿弥陀佛不知道的话能算阿弥陀佛吗？那么我们众生啊，只要念佛无形中都会所谓消灾难啊，消业障增福慧，这些都是消业障增福慧的内涵。但这个媳妇她是什么都不懂的，她也不晓得念佛啊，念佛能够带来怎么样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她都不懂的，只因为她的婆婆跟她讲啊，遇到困难啊，遇到这个恐惧危险你就念佛，就这样而已，哪晓得他并没有特别念佛来超度他的这个孩子，可是呢他虽然不知也不求，但自然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就是这一句名号所谓威神功德不可思议的地方了啊。
我们说微神功德不可思议在哪里？暂时不能的称为可能啊。所谓变铁成金，转凡成圣，治理一言转凡成圣，就是这一句名号啊。这一句名号，很多妇女都有流过产、堕过胎啊。那怎么办呢？一般如果没有信仰的，都只有伤心流涕啊。那如果有信仰的，有的呢就去问神明，有的呢就是按这个啊超度英灵的地方安排位。那小的，我们只要念佛，这句名号的功德功能，就自自然然的能够接引我们这个堕胎的、被堕的或流产的这个孩子到极乐世界，又不花钱，又不费力，又没有副作用，又没有带来什么的啊后面的这个副作用灾难啊，通通没有。可说呢，一本万利，而且呢，随时、随地、随缘都可以念叨。论这位媳妇的念佛在佛堂吗？不是。那么在寺院大雄宝殿念佛堂吗？也不是。就在医院，那医院也不是他的家，这个医院也未必他堕胎的啊流产的地方啊。可是呢，他一念佛，阿弥陀佛就知道，就来接他的这个孩子啊。也可以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阿弥陀佛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完成了什么？完成了功德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那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呢，哪晓得阿弥陀佛在时节以前已经送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这一个法门呢，是不知不求就能够获得很大利益的啊。那么我们下一节呢，就是念佛，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请大家虔诚念佛，虔诚念佛。那虔诚念佛也不是说要虔诚到什么地步啊，有什么标准才算虔诚啊，也没有，就是极静的啊，极静的啊，专注的念佛就可以了啊。那么由这件事迹也可以晓得，这个光明跟名号、名号光明，它是一体的。所以呢，一旦念佛，光明就来到，光明就会显现啊。那么早上讲的光明摄取有现当二义，现在、未来，啊，包含救度英灵。再来讲一件啊，民国一百年的清明节，大家都会怎么样呢？回乡扫墓啊。那有一个妇女，她住在台中，但是她的家在台南南溪的地方。那位妇女跟她先生当初交往的时候，就已经在天津文华啊跑道场，一直到结婚，一直生下孩子啊，都这样。只是说他们不晓得专修净土，也不常念佛，他们就诵经啊、其他法门啊、持咒啦、什么的啊，就这样而已。虽然这样，他们也晓得这一句佛号又简单啊，念佛又有功德啊，人有诚心，佛有感应的，这个道理他们是了解的。
那么在民国一百年清明节，这个女众呢，她在台中开店，她那一天早上就载着她14岁的孩子回故乡要去扫墓。她所开的路线是三号国道，她开三号国道，那一天车流是很多了，但是呢并不拥塞。他是开在中间那个道路，速度也不是很快，就是100公里啊。那当然前后左右都是车，可是呢并不塞车。但是当他开到那个民间交流道的时候呢，右边有一台车突然间切到中间线，也就切到他的前面。他冷不防有这么现象，他心中一慌，就用力的转方向盘，转到左边。哪晓得他用力过猛，结果他的车子是180度，本来车是向南向前的，那么180度等于是向后了。那向后本来向南，反而是向北，那向北对方刚好有一台土拉库大卡车过来，他一看大卡车就在他的眼前要碰上他，他这个心中一惊慌，就念出一声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一声念出来的时候呢，他发现哎，四周的车子好像都停下来了，不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车子还在猛转，转了三圈，总共转了三圈啊，每一圈都360度嘛。他说他就看这个拖拉机看过3次，转一圈看1次。那个时候他第一次也是唯一念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呢车子还在猛转，第二圈第三圈，第三圈之后才往前啊，往南的这个方向才正常的前进啊。那么他这一惊慌，他是怎么样的心境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他是慌乱的在念佛啊。人遇到惊慌的时候，都会不假思索的念佛，不是一般都会念阿弥陀佛，啊，念天啊什么的啊。那是有只有学佛的人才会念阿弥陀佛。那个时候他一开始心中很慌乱的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那他说那个时候的开车不是他在开，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抓着方向盘往前进。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他全身无力，四肢都已经软了，没办法开车，居然他的车还能够稳稳的前进啊。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他心神恢复了，才一句一句的跟我们一样正常的念佛。然后开啊开啊，到了东山服务站啊，服务站他才进入这个服务站，进入停车格停下来的时候，他右边就是他的儿子嘛，啊，停下来之后呢，很久很久，两个都没有对话，本来一路上都没有讲话的啊。那么过一阵子之后，他的儿子才跟他说：“妈妈，你刚刚好帅耶，你在高速公路上猛转3圈。”这或许是他这个儿子也晓得他妈妈的慌张，用这一种哈，用这一种来安慰他妈妈。那他妈妈就讲了，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我们两个现在就在阎罗王殿啦。他儿子又说，妈妈，你刚才念佛不是念佛，你是喊佛。是啊，在那种心情之下
有谁会静静的啊？像刚刚所讲，习心念佛啊，不可能的。我们都不假思索的，很慌张的一句佛号从口中喷出来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啊。那假设以前他没有念佛的观念，没有念佛能够消灾免难的观念，他这个时候不可能念佛。而且这个时候的念佛，他有动脑筋念佛吗？没有，是不假思索的啊，猛然从内心突然这样念出来的。所以这一句佛号让当下的磁场完全改变，完全改变，使车流停止。那么一句佛号不但救了他母子的生命，也化解了一场连环车祸的混乱大灾难。因为想象得到他本来往南，那猛转车子向北了，那当下就跟这个后面而来的土拉普对冲了，那对冲下去，后面的车子也真的跟着冲过来，因为清明节嘛，车子很多，那岂不是就连环车祸，而且很混乱，同时不晓得要死了多少人。那么这一件事机是非常的实在的，他旁边的儿子为了安慰他母亲，还调皮的说：“妈妈，你刚才好帅哦。”那怎么帅呀？在高路还能够在高路上把车子猛转三圈，你说谁有办法？所以这一句佛号啊，不用花钱，却能够换来他母子的生命，化险为夷。所谓忍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那么我们要把念佛养成习惯，不然的话，什么时候会有这一种灾难前来，我们预料不到。那如果预先念佛，就预先化解了，不用等待那个时候在惊慌之下。那所以把念佛呢养成习惯，念佛就是生佛，生佛就是念佛，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念佛成佛，因此我们要把这个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把生佛跟修行打成两截，要把修行跟成佛打成一片。生佛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佛。那我们净土宗的修行很简单，就是念佛。那么念佛谁做不到？什么时间不能做？什么情况下不能做？什么时间什么境缘都可以念佛的。因此唯有念佛才能够跟生活打成一片，那么其他的法门那就不可能的啊。所以念佛容易，也希望大家呢养成念佛的习惯。我们学佛也常常讲，不是为了学佛而学佛，不是为了出家而出家，不是为了修行而修行，都是为了成佛。不只是自己的成佛，也希望大家一起成佛，因为是大乘法门。那么这个呢，唯有自信教人性，自己相信念佛，也劝人家念佛，自己往生极乐世界，解脱生死轮回，快速成佛；别人也往生极乐世界，也解脱生死，快速成佛。那么使所有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唯有这一个法门，才是大慈大悲、大愿大力的法门；唯有这一个法门，才是大福报、大智慧、大功德的法门。
离开这个法门，佛教所谓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哪里？就没有了。还有现生的灾难只是短暂几十年而已，如果没有解脱轮回的话，那么还有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是一个大灾难。我们不只要念佛消现生的小灾难，也要断除永恒的大灾难。这个第十八愿摄我得佛简要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十方众生，十方众生这四个字在第十八愿成就文有解释，解释为诸有众生，诸有众生我们早上有念到，就是弥陀如来度生念佛必定往生那么十方众生是什么意思？诸有众生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从十方众生来解释。那么十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四维上下的这个总称，就是东西南北然后呢东南西南东北是西北，还有上方跟下方，就是显示整个法界整个大宇宙的意思，这就是十方。也就从空间来讲的，十方是超越任何空间，众生也就是十方任何空间任何十方国土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又翻译另外翻译为有情有情，也翻译为寒士，也翻译为寒灵，也就是说众生都是有感情的，所以叫做有情，有心事的有心灵的活动，所以叫做寒士，同时是有灵性的，所以叫做寒灵，所以就有这一些翻译那此外呢，像群生、群猛、群品也是众生的别名。那普通来讲，众生只要是指这个冥界的有情，所谓冥界的众生，也就是说他还在冥界，冥界是指什么地方？就六道，六道轮回，六道就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六道是因为还有无明，因此会起贪嗔痴，会造作种种善业恶业，善业就上升天界或人间，恶业就下堕三恶道，这些众生都是属于冥界的众生，冥而不悟。那么如果从广义上来讲的话，这个众生就涵盖十法界所以就是十法界众生，十法界就十个法界，那十个法界呢，刚刚讲的六道的众生就是六个法界之外呢，就是佛的法界、菩萨的法界、声闻的法界、缘觉的法界，这四个法界是圣人的境界，超凡入圣。那么这四个圣人的境界跟六个凡夫的境界合起来叫做十法界。那十法界的众生因为都同样有这个寒士有这个灵性，有这个感情，只是说这个其他四种圣人的境界，他的感情他没有污染的，他没有贪嗔痴，他纯粹就是一种大爱他也有心思的活动，可是呢他是处在极境当中，他是不变随缘，但随缘也是不变
当然，如果就声闻缘觉来讲，他就直接进入涅槃。那菩萨来讲呢，他还在经过52个阶位，啊，还在三大成劫当中。那如果就佛来讲的话呢，他已经是最究竟的了，啊。那么这个十方众生，阿弥陀佛，他针对的这个十方众生，要救度的十方众生，在这十法界当中，是指什么法界的众生呢？是指除了佛法界以外，其他九法界都是涵盖在十方众生里面，都是阿弥陀佛所要接引救度的对象。所以十方众生从广义来讲，就是九法界的众生。在人王经里面就有一句寄语说，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三贤就是指小圣菩萨，小圣菩萨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小圣菩萨叫做三贤，这三十这个阶位，三十个阶位叫三贤。那十圣就大圣菩萨，就初地到十地，啊，这十种圣才叫十圣。那不管三贤也好，十圣也好，这三贤是还在果报当中，果报就因果，因果报应啊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累积功德为因，使下一次能够生法增长，哦，所以都是在果报当中。唯佛一人居净土，只有佛法界，只有佛，他是在净土当中，他不在果报里面的，啊，所谓的净土，净土它是有特别的定义，啊，不是一般我们学佛人所讲的说建设人间净土啊，不是的，净土是佛的境界，唯佛一人居净土。我们如果烦恼还没有断，无明还没有破尽啊，那我们所住的地方不可能称为净土。同时，我们所住的环境，如果还有所谓的天灾人祸，啊，譬如说水灾、火灾、地震、土石流、海啸，或刀兵劫、瘟疫劫，啊，还有这一些环境的话，那也不可能说是净土，啊。那我们现在呢，是五浊恶世，有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病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的世界，而且呢是恶的世界，说要让我们这个世界成为净土，那是不可能的，啊。当然呢，它是就这个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实践五戒，啊，那这个社会呢就能够怎么样安和乐利，啊，就是社会和谐，啊，人心呢和平，人心呢就柔和，那么国家世界呢就能够和平，就能够没有纷争，那岂不是净土了吗？以这个为净土，那当然这个不是彻底的净土，还会生死轮回，而且天灾地变都离不开。所以说要建设人间净土，或转娑婆为净土，或心净国土净，啊，那个呢都是一种呢一种理论，啊，一种思维，但一点呢都不实际。如果过度的强调，认为说啊，我们就在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建设这个人间净土，啊，那这样的话就会被误导了。不晓得有一个极乐净土现身就可以往生，容易往生，啊，却是呢
希望下一辈子还在生而为人，进一步学佛，那岂不误导了吗？谁敢保证他下一辈子还能当人，还能够生生世世都当人，生生世都不离开佛法？所以那一种讲法呢，可以说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是呢，看起来很高超、很要妙、很大气，但是呢，一点都不切合实际，啊，不切合实际。所以唯有往生弥陀净土，将来呢，倒驾慈航，这个才是实际的，对我们来讲，可说是究竟的。我们成佛，我们随佛，目的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很明显的，《人王经》里面就说：“三贤十圣住果报。”啊，我们即使这一辈子功德很广大，功夫很高深，但顶多还是在三贤十圣当中。何况所谓的三贤，必须是至少破了见惑，破了见惑的人，他不会再堕落三恶道。他经过几世，他就处理六道轮回了，就能够在三恶道自由来自由去，因为他已经不是轮回之身，他来来去去都是一种神通变化。所以三贤十圣住果报，为佛一人居净土。那么《无量寿经》第十八愿成就文啊，对十方众生的解释为诸有众生，诸有。那么诸有这两个字也是佛学的固有名词，它有特定的含义。诸有是指二十五有。那么二十五有就是二十五种有着生死轮回的生命形态，叫做二十五有，也就是指六道轮回的众生，也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道、天道，包括天道里面啊，欲界六天、色界四天、无色界四空天，同时涵盖出果、恶果、三果的罗汉圣者啊，这样归纳起来，总共呢是二十五种啊，叫做二十五有啊，有没有的有，有也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佛教的这个教理基础啊，就是一个因缘缘起，有所谓的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六名色，名色缘六日，啊，六日呢缘触受爱取有。那这个有什么呢？就是还有生死轮回，因为有触，所以就有受，啊，什么受呢？喜不喜欢，啊，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然后就会去追求，这个追求争取之后呢，就有那个果报了，不管是苦的果报、乐的果报，就有了这个果报。所以有是代表生死轮回，所以这个有啊，就是生死轮回的意思。那除非是四果的阿罗汉，他呢已经了脱生死轮回了，不会再有了啊。所谓不受后有啊，除了这个以外呢，都还有。那有的种类有二十五种，有二十五种生命轮回的现象，所以诸有就是二十五有的意思。那么这个二十五有的众生，就缩小范围了，指六道轮回的众生，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所说的十方众生，释迦牟尼佛就解释为六道轮回的诸有众生，啊，
那表示阿弥陀佛救度的对象，死亡众生救度对象，就是还有善啊、恶啊，啊、哦、这一种凡夫，也就是凡夫众生的意思。那么第十八愿所讲的死亡众生成就文，解释为诸有众生，诸有众生，诸有众生，谭鸾大师又解释为一切外凡夫人，外凡夫跟内凡夫是相对的。刚刚讲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十个阶位叫做内凡夫。那么实信呢？实信是外凡夫啊，实住、实行、实回向是内凡夫。那实信表示呢，烦恼还没有断。那这里谭鸾大师所讲的一切外凡夫人啊，是指实性之外的薄地凡夫，也就是我们呢还有深厚的烦恼跟苦恼，很深重的业障啊，甚至于将来会堕落三恶道，甚至常常堕落三恶道的，这叫薄地凡夫。那么由谭鸾大师这么一解释的话，死亡众生的范围就更缩小，缩小为薄地凡夫，烦恼深重的凡夫，往往呢是在三恶道，顶多人道，要升上天呢很困难啊。这是从这个成就文还有谭鸾祖师这个解释。那如果从其他无量寿经的同本意义来看这十方众生的话呢，其他同本意义是怎么解释？大阿弥陀经就说诸天人民均非如动之类啊，诸天人民就是天界的六欲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诸天。那人民就人间的人，诸天人民，同时呢也包含畜生道，均非如动啊，均非就是在空中飞的小虫，那如动以前都读软动啊，胃肠在软动，那么现在呢是统一读为如动，如动就是在地面上爬的幼虫，那么均非如动。也就表示是所有的动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或水里在游泳的，统统涵盖在这均非如动里面。那么由前面所讲的几段经文法语可以知道，六道的众生都包含在里面，不但要救度人界的人、天界的天人，同时呢也要救度恶道、三恶道的这个众生，所以说均非如动之类。不过呢，阿弥陀佛所以佛大悲以苦恼，也就是说，对于烦恼众的苦恼生的，佛呢就特别的怜悯对方啊。所以说，弥陀大悲以苦恼，心偏迷恋缠磨众生，犹如溺水之人急需偏救。就好像什么呢，这个游泳池，大的游泳池都有救生人员，那救生人员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救命，救命啊！救命是救生人员的主要工作，也是救生人员的目的。那如果不是救命的话，救生人员做什么？人家在水中很欢喜的逍遥的在游泳，需要你来救吗？不需要。所以是在喝水的才需要救生人员。那阿弥陀佛是法界的救生人员，我们凡夫、薄地凡夫都是溺水的人，最需要阿弥陀佛的救度，而阿弥陀佛正是针对这样的众生，主要这样的众生。所以在庄严经，庄严经就进一步说了，说三恶道中
地狱、恶鬼、畜生，皆生我刹，受无法化，不久悉成二度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阿弥陀佛针对的对象呢，是三恶道的众生。进一步又说，轮回诸趣众生类，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表示这十方众生进一步是以这个阿鼻地狱的众生为主要的对象，那表示阿鼻地狱的众生阿弥陀佛都要救他了，何况我们阿弥陀佛不救啊，我们更有份更加的救度之列。那么有关第十八十方众生我们就讲到这里，祝愿各位信佛念佛得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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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